成绩单就对了啦。对，成绩单。来，106年五个人。对，第一年的时候不知道可以带香蒸饺，是，所以是沿路上的看一个少妇婆一个婴仔，那站在日正当中，想这是想不开的什么，所以我就绕过去。之后就开始我那干妈做揪揪揪，每年都多100个，多100个。哇，你去年载了476个人。我跟你说，去年本来要破到500个，结果伫尾进香的时候，我拢去求妈祖，我今年是不是可以载到500人？结果无飞。哦、所以我在想讲，妈祖可能给我超过500个，啊嘛可能再不到500个，啊我就是尽力而为，尽力而为。我搁甲妈祖变我讲，啊吼，是不是会当载500个？妈祖又愿笑飞，笑飞，笑飞，我本来讲，啊对，你足巧。所以我讲，啊妈祖是不是体谅妈迄个信徒，我有信徒一种迄压力，是安尼啦，啊是安尼，但是我嘛是希望讲，我当尽我的绵薄之力吼。分享一寡人的卡生啦、拍咧啦，安怎？我呢，我是美容师，也是美发师、哦，也是整形外科的那个哇五合伙。啊，后来呢，现在就是当那个节目主持人，也是教日语唱歌的老师。这个我真的要感谢我们三立电视台，让我有曝光的机会，就这样那些塞过，而且还叫我冰释姐，我真的感激三立电视台、让我这个机会曝光。好，我们在延续这个冰释姐的这个精神。对，今年再8天呐、啊，再8天，对，也是很厉害。对，啊，所以因为顶天啦，起来坐我的车，感谢我，我不敢，这个功劳是伫我身躯，我拢跟人讲，恁爱感谢妈祖。是。妈祖无给恁这个福气，无给我福气，我们都没办法同车。对啊，缘分，牵起这个缘分。